等我来到这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胶东地区，往事的回忆便把我带到了伟大的民主革命时期。战斗的烽烟仿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。1947年的秋天，蒋介石调集了20多万人的精锐部队，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极其野蛮的进攻。我坚持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，坚决执行毛主席诱敌深入、调动敌人打运动战的作战方针，暂时放弃一些地区，大踏步地向内地撤退。飞的年代，多少英雄儿女的壮烈事迹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上。其中最使我永生难忘的，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，一个为革命自觉献出一切平凡而又普通的共产党员。小楼，地点不会错吧？不会错，就是这儿。
也许路上出事了。不能，听说护送咱的同志是个老交通了。准是个膀大腰粗的大高个，百发百中的神枪手。借光，你们是不是去五龙镇？不，我们要去何家庄，可是不知道路怎么走。我知道，咱们正好一路。同志，辛苦了。同志，让你们等急了吧。我叫方征，他是五龙县的新任县委书记。我是通讯员罗小明，你是？我是交通员，可不是大高个儿，也不是神枪手啊。咱们把情况说说吧。好。从现在起，咱们就是一个战斗小组，我来当组长，行吧？好。一路上我们一定服从你的指挥。五龙县委遭到很大破坏，武工队也同上级党失去联系，地委指示我们尽快赶到烽火山，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，组成新县委，坚持武装斗争。你看这一路上有困难吗？烽火山在九龙河西岸，这一带敌人封锁很严，地主还乡团活动的也很厉害。咱们交通站又是刚刚恢复，组织还不够健全，道上遇到什么困难咱们多商量。我的任务是在今天帮黑前把你们送到何家庄，交给一位老交通员郑大妈。交给我，动作快点。前面就要走大道了。不是说给咱派个有经验的老交通吗？怎么派他来了？我们党的交通员外表看起来都是很平常的人，可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冒着各种危险护送干部，传递文件，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及时送到各地去。干什么呢？姑姑，别怕，扶着你妈。上哪儿去？何家庄。干什么？找先生给俺大嫂看病。什么病？俺那耳朵背。去，什么病？要知道啥病，俺就不找先生了。
东西？拿过来。拿来。去。这这。破财免灾嘛，啊？那钱是给俺大嫂看病的。快走！你走走走走，快走吧，走快走快走吧。枪呢？悬赏缉拿，共产党女干部方征，该犯40上下，中等身材，江西口音，凡捕获交国军者，一律赏洋1000元，知情不报或窝藏该犯，一律枪决。此部保安大队长孟富堂。哎呀，孟老太爷，鄙人奉师座之命留守五龙镇，还要请您多多指教啊。哪里哪里，地方上的治安嘛，还望贾处长多多的费心喽。行行行，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，他神气个屁。嗨，孟福堂是咱们师座的亲爹，贾处长能不巴结吗？哎，这些人除了共党家属，就是村干部，还有还乡团抓来的土改积极分子，准备处决的。哦，贾处长，我想给乡亲们讨个人情。诸位父老乡亲们，大伙儿都是本乡本土的老少爷们儿，过去闹土改那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欺骗，国军一到，共产党拍定就走，你们可是离不开本乡本土啊啊！事到如今，我孟富堂顾念乡里，不计前仇，我来给大伙儿讨个人情吧啊！贾处长，把乡亲们放了吧。这，好，放。大伙儿都回去。把藏在山里的干部们都找回来，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吧！啊，请啊。这些人可都是红透了心的，杀死他们还不像踩死个蚂蚁。胶东是共产党的老巢，连小娃娃都是什么儿童团，我们立足未稳，暂时不可锋芒毕露，失去人心呐。那么这20几个共产党的县区干部如何处理呢？杀，这是刚柔并施，杀一儆百。好，7天以后公开处决，好祝贺您的60大寿啊。不敢当不敢当。哎，到那天我还要单独送您一份厚礼。哦，姓方的抓住了？暂时没有。
家处长，我孟某人不收空头支票哦。我贾某人也从来说一不二。现在国军的明岗暗哨已经布满了山口要道，再加上各村还乡团的密切配合，他方正还能飞过去啊。啊，贾处长，五龙镇是军需要地，如果方正上了烽火山，溃散的游击队就会死灰复燃，你我在范司令面前就无法交代，此地也无太平之日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抓住了方正，公开处决，那我们就会军威大振，在范司令长官面前也可以领功请赏啊。几天之内必见成效。万万不可轻敌哟、哦、让鱼上钩不能光撒大网，咱们还有鱼饵呢。那个人他已经听咱们的了。看起来我们的人当中可能出现了叛徒。叛徒？嗯，这一张布告虽然给我们增加了通过敌占区的困难，但是也暴露敌人的意图。看来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。老方，前面就要到何家庄了，我先去找郑大妈，和她接头以后，她会送你们通过白云关到五龙镇。何家庄离这多远？翻过山梁就到。快走，到，走，快跟上，快走，走走走走走，不想活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跟上，走，快点走，走走我，快马，小心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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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厉害了，爹，他还能比铡刀厉害呀？嗯，七彩，咱们宰了他，我还留在村子里，怕……哎哎哎，您怕什么？过两天呢，我就把您接到五龙镇去了。嗯，你到底跟谁接头啊？跟谁接头？说出来，我饶你一条命。你说，说。嗯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不开口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你这个小东西，我打死你！我，奶奶，你想干什么？奶奶，靠边来。
他大婶儿，你就替我把孩子送走吧。只要他平平安安的，我就放心了。排长，是。那位老乡是怎么说的？郑大妈让他告诉我，如果他被捕，可以去黄树岭找一个锔锅匠范国祥，由他送你们过白云关。郑大妈牺牲了，孟福堂又到处贴告示抓人，情况变得更复杂了。我这就去黄树岭找那个锔锅匠，一定要谨慎，没有把握千万不要暴露身份。我跟你去吧。不用了。啊，贾处长，老太爷还真有些雅兴啊！啊，何谈雅兴？这是刚从青岛带回来的。啊，请。好。姓方的有下落吗？何家庄的线索已经断了。为什么？朱喜才把那个姓郑的老太太给杀了。愚蠢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不过线索嘛，我倒是可以把它接上。你想把那个家伙放掉？我已经把他带来了。那好，你马上派车把他送到黄树岭，无论如何让他找到方针。好。
谁呀？想找口水喝。等等。喝吧。到村里找谁呀？过路的。哦。一个人出门啊？一个人。老乡，好，去白云关怎么走啊？喂，我是贾虎，发现一个女人去找范国祥，是不是方正？相貌特征不像，好像是个交通员。严密监视他的行动，好，不准动他。我要的是方正。这是没什么，刚才去黄树林让一个石匠给盯上了。啊，走到那边去。吃点东西，睡一会儿吧。不，我还得去。你先休息。这次得少数服从多数了。给。嗯。怎么？你们没吃？把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缝缝吧。老方，嗯，老方，他倒是个好同志，不过，怎么？现在敌人到处抓你，自己人又联系不上，这样老在山上等着，不是办法呀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我说啊，干脆让他回去吧。咱们两个人一颗枪，连夜出发。碰到敌人多，甩开他；碰到敌人少，干掉他。哼，我就不信闯不过去。小罗，敌情越复杂，咱们越要冷静，不能蛮干呐。
我看啊，带着他更麻烦。小罗，你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没心思听。听完了，你就明白了。好，那你就说呗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从延安来到山东。上级党派我到敌后开辟工作，由于叛徒出卖，我负了重伤。地下党决定派人把我送过封锁线。那时候，这一带也是敌占区。因为我连累了孩子，快跑！不，这样谁也跑不了。你把孩子带走，这是革命的后代。我把敌人引开，同志，你为俺老百姓负了伤，流了血，你是毛主席派来的人，俺不能让你。不，我不能。快走，同志，党组织把你交给俺，你就得听俺的。快跑！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！那边呢？
往那边追，快追！革命，俺应当这样做。时候，那个交通员已经走了，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。你再也没有找到他？事情过后，他们一家人搬走了。乡亲们只知道他的男人是个外乡来的铁匠，为了纪念他，所以我的女儿叫季英。季英，她就是那位交通员的女儿，这是后来我设法
从山里一个老乡家里找到的，一晃都六年了。老方，小罗，老方同志，鸡锅的找不到了，村里到处都是敌人，听乡亲们说敌人在五天之内就要公开杀害咱们被捕的同志，那咱们想办法绕过白云关，把你们送到五龙镇。去去去去，靠边靠边。哪个村的？宋家矿的。到哪儿去了？保长让我给五龙镇保安司令部送草去了。不认识了，十年前在你们村给你家赶过车呀。啊，老宋头啊。好，让他过去吧。是。喂，给我接五龙镇留守处找贾处长。哎，二班长，有明天我的老爷子去五龙镇要在这儿歇赏，把你们那间房子给腾出来。是。喂，啊，我是朱喜才。什么？知道了，有情况立即报告。朱喜才报告，那个可疑的女人又失踪了。贾处长，让朱喜才把通过关卡的妇女全部给我扣留，明天我亲自检查，通知各村的还乡团盘查户口，另外还得派出巡逻队连夜搜山。这暴露了目标，我毙了你！快走！三彩银币。这么走了，刚才可真悬呢，马上就要到白云关了，所以敌人才封锁得这么紧。这附近有村子吗？有个宋家矿，村子里有个宋大伯，他是咱们的基本群众。这两天啊，敌人就像发了疯啊，又是搜又是查呀，我琢磨着就是抓你们呢。大伯，这村里有还乡团吗？有倒是有啊，可昨天都调到五龙镇去了。大伯，明天我们要过白云关呢。过卡子？嗯。哎呀，俺可得跟游击组合计合计啊。游击组
有多少同志？跟组织丢了关系以后，游击组是俺自己成立的，人倒是有几个，就是家伙不多呀。天不早了，你们也该歇着了，我到外边去看着点。大伯，我去。不用啊，我们游击组啊，明天还有个行动嘞。真叫人喜欢呢。这是老方的宝贝疙瘩。几岁了？六岁了。男人在咱们部队，家家鬼子烧了。有孩子吗？没有。等全国解放以后，我把季英接来，给你当干女儿吧。到那时候，全国解放了，孩子长大了，日子也好过了。可他们哪知道，妈妈为他们吃了多少苦啊！咱们绝不能让他忘掉这一切。等他们长大以后，要干的事儿比咱们还多着呢。你们先回去，我找游击组再合计一下。去过了，就不怕过来。举过来，绣不破过来。
哎呀，他三婶子啊，是他大叔啊。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耍手艺混饭吃，哪儿不去呀？你有火柴吗？你居锅得点火，怎么不带火柴呀？同志，你要耽误大事了。邓大妈被害，我差点被捕，可是怕你们过不去白云关，我才冒险到处找你们呢。快把方正同志交给我吧。中药铺的老赵现在也很危险呐。再说，你们也过不去白云关呐。你认错人了吧？可你没有找错门啊，姑姑。哎，快走吧，不然晌午就到不了家了。俺得回家了。哎，你刚才接到报告，那个可疑的女人又在离白云关20多里的宋家矿出现了。哦，这么说方正还没有过白云关。嗯，好，马上去白云关。大伯，大伯，这就是游击组的组长啊，我叫二牛。二牛同志，在这么困难条件下，你们还能坚持斗争，真不愧是咱老区的人民群众啊。坐吧。给你。好。二牛啊，啊，过关的事儿大伙儿怎么说的？我们准备把游击组集中起来，今天夜里就掩护你们冲过白云关。硬冲怕不行吧？二牛，大伙儿让我问你那个事儿怎么办呢？正在研究呢，你先回去吧。嗯。大伯，你去套车吧，在他们没过关之前，咱们不能打草惊蛇。今天就便宜他们一回吧。怎么回事？朱喜才的狗爹要搬到五龙镇去，今天晌午到咱们村儿，保长让我套车把他送到五龙镇。原来我们游击组准备打个伏击，缴他两条枪，另外再给反动派一点厉害瞧瞧。现在你们过关是大事儿，如果我们一动手，你们行动就更困难了。敌人有多少武器？2个长枪，1颗短枪。咱们大伙儿再合计合计。
吗？啊，闪开，下车假装。车上坐的是朱连长的老太爷。老太爷，混账！闪开，快报告朱连长，老太爷到了。我停。老爷子马上就要到了，快去准备准备。啊，是。喜财，我是你爹。那儿就是九龙河呀。老方同志，让我也上烽火山吧。咱们闯过白云关，敌人是不会罢休的，这里还需要你们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啊。坚持斗争那是没说的，可乡亲们
就盼着你们能早点打回来呀、啊。是啊，大伯，过不了冬天，咱们就要打回来了。可眼下，敌人才来一个多月，咱们这老根据地，哎，被这些狗东西们都糟蹋得不像个样子啊！同志们，从局部地区来看，敌人现在还很疯狂，但是从全国战场上来看，我们已经把战争推向了蒋管区，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，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，为解放全中国做好了战略准备。现在最困难的地方是山东和陕北。毛主席还在陕北吗？敌人占领延安以后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率领了少量部队，拖着几十万敌人在陕北转战。虽然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，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却取得了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。大伯，我们要下山了，明天还得过河呢。那我们就不送了，到了五龙镇还是先住在凤仙家吧。前两天我还看见他爷爷了。哎，饿坏了吧？他们是饿了。小罗给你。哎呦，吃点吧。哎呀，多大了？十九了。凤仙，几年不见都长成大骨子了。乍一见面都有点认不出来了。哎，凤仙，爷爷呢？被遭殃军抓走了。为啥？听说孟府堂要抓一个女干部，怕她上烽火山，就把九龙河给封起来了。昨天下晚又把会使船的人也抓走了。孟福堂真是个老狐狸。老方，要是过不去河，那要过河。嗯，听爷爷跟武工队的高叔叔讲，镇上中药铺的赵先生他有办法，前两天高叔叔过来就是找的他。我认识老赵。老方，明天我就进镇去找药铺老赵，让他想办法送你们过河。站住！站住！不行。
没想到吧？啊？是没想到。嗯，坐吧。我知道，你早晚会找到这儿来的。喝水吧。哎，你们闯过白云关，可真不简单呐。老赵呢？啊，哦，上烽火山了，他让我在这儿等你。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？哦，组织上把护送方正同志过河的任务交给我了，情况变化了。是啊，眼下斗争这么复杂，有的地方还出了叛徒，那你赶快把方正同志交给我吧，不然出了事儿咱们担待不起呀。他没来。你组织上让我通知老赵，计划变了。怎么，方正不来了？他要是不来，我就不跟你接头了。几时到？后天。天亮之前赶到这儿，由你负责送个九龙河。后天？为了方正同志的安全，今明两天要把叛徒除掉。谁叛变了？这事儿咱哪知道。哦，老范，我告诉你。什么？这是新的接头暗号。这两天你不要出去，一定会有人来找你。两天，方正就上了烽火山了。你要再抓不住方正，我就把你当做共产党的奸细，活活的绞死你！告诉你，贾处长说话从来是说一不二的。报告，进来。贾处长，过来。朱喜才。一个连的兵力居然让人家冲过来了，你应该受什么处罚？来人，贾处长，贾处长，从侦查处。是贾处长，贾处长，贾处长，孟老太爷，等等。贾处长，朱喜才重孝在身，我看还是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外间多看看啊。嗯，
从那儿出去。凤琴，这就是武工队的老高同志，辛苦了，同志。范国祥不仅出卖了郑大妈和老赵，而且还把我们要去烽火山的情况告诉了敌人。哎，地委的文件你们没收到吗？没有啊，我是从敌人的布告上才知道方征同志过来了，组织上派我沿途寻找你们，可是。老方，咱们应该把叛徒马上除掉。我去干掉他。同志们，叛徒是要除掉，不过目前我们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，朱喜才的失踪会很快地引起敌人的注意，所以我们必须马上过九龙河，最好今天夜里就行动。老赵被捕以后，咱们的交通船没有了，游过去不行，水深流急，河面又宽，没有船不行啊。有了，船啊，船。先上船吧，你动。
老方同志，快上船吧。你们上船，我掩护，我掩护。快走吧，要是敌人发现了小船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不，咱们一块儿走。好，一块儿走。你同志们，别惦记我。为了革命，俺应当这样做。同志，别惦记孩子。为了革命，俺应当这样做。小罗，她好像是季英的妈妈。分手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。虽然谁也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然而人民却永远怀念着他。季英更不会忘记他的这位英雄的妈妈。